OK， 走。
冲了，下坡了，下坡了，冲，冲，不要冲前面，冲吧。
Thank you.
出现了。左边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哎，左边，哎，主位，主位，我们走左边啊，哎，主位，左边。从哪边走啊？不是左子湖吗？对啊，从那边绕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对对。左子湖要到那个什么东平路那个地方，这边吗？对。好，谢谢。东平路上是到顶楼转上去。你们要问他说，哎，要那个两个小时？没有，一个小时啊。不用吧。没有啦。五点在网路上，网路上，对啊。就行车记录吧，行车记录器的驾驶。摩，它这个摩托车跟脚踏车两用的，最主要是给摩托车用的啦。摩托车有要用啊，然后它这可以也可以架脚踏车上。要走走下面这样，我们经过下面那一条，好吧，那条自行车也不能进入啊。
进去掉，直接进。对啊，从那边走啊。真的啊！旁边这一段，旁边这一段，吓我一跳！我怎么你们怎么不叫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子我都没办法录。我跟你讲，我习惯这样子，这个还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，车汽车还好啦。摩托车也蛮危险的。第一台那台是女生呢、欸，我对女生没有什么偏见。不过女生开车真的是有时候，你这样你要对女生的开车有成见哦。没有没有没有成见，没有，我只是一数据统计还有个人经验。数据统计。没有成见，女生就是正常没事啊。发生意外那个突如其来的状况的时候，就比较危险。其实这边已经变缓了哎，你们为什么还要用牵的？哎，对啊，加油 ！Go， 快点，快点撞上去！你撞到违能车，你可能会飞出去。还好，这个还速度算慢，如果是快速度就会。应该要到植物之湖啦。哇，看大家都带着海芋下山，收获满满。去我们家下去拍个照嘛。跟男生跟男生谈。把脚踏车跟海芋拍个照。把海芋放在脚踏车上，我拍照。哎呀，今天没有带那个谁来就可惜了。谁啊？叶威吗？叶威怎么都不会。为什么？就是哦，好走。再骑一段就到了。到了。
三步。哦，刚刚上坡没有电是不是？受不了。太好了，就是福海玉田到了。多车，真恐怖！还有点在两边而已。今天我们可以弯到左边。哎，前面一点好了，我前面看看。就开始看海域啊。看海域啊。哇，好塞哦！天哪！走吧，我们去。太有勇气了。哎呀，那怎么样？但是卖便当也要这样子哦，卖便当，鸡腿便卖，鸡腿便当没有，所以没有低消，没有低消啊，有啦，鸡腿就是鸡腿。哈啾！想不想走原路回去啊？啊，要走原路回去。这边会再爬一点吗？稍微爬一小座。一小座。真的会爬一小座山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让维能来的手机来吗？难道我们得走大路？
走过去才是大路啊！不然我们回去要走刚刚那条小路啊，就刚刚那条。可是你知道老梗的地方，就是永远都会有人去。你说老梗，人家结婚第一次一定要去这种地方。对啊，是啊，他就而且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啦、啊，而且也近也便宜啊，总不会想要到澎湖去拍之类的。你也知道台北人啊，总是就是想要来点特别的，可是就想不出来。我们又要经过第四次了，看他会认出我们。他认出我们的家。小胖馒头。我们又要第四次经过了。看他怎么接。哎，你们又回来了，要里面坐。放弃。哎，我以前学生是谁啊？弟弟啊，一个弟弟。还有一直是要爬、欸。消耗太多体力，等下说不定后面有个超级大上坡之类的，还是要欢迎斗山之类的。对，今天应该减了好几公斤。在左边啊，左边。对啊，我们走阳新公路啊。那边太陡了吧？太陡了啦，太死人了。你看，连那摩托车都要，这在皮皮抓。对啊，在皮皮抓。按左刹车就好了。按左刹车刹不住。
太好了，看到阳金公路了。哎，不是，看到竹子湖路，从那边下去可以啊，看到派出所，竹子湖派出所了。啊，就快到了耶、yeah ！快到了，快到下坡终点，快回家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右边。这边有卖柴好的。来，一路冲下坡吧，一路冲回家。哎呦！